谢谢小伟的啾啾你哦。午安。为什么他都没有写是谁说？谢谢文森的戳戳你，谢谢吉米周的啾啾你哦，谢谢十一的戳戳你，感谢。午安。谢谢 Raper 的梦幻烟火，谢谢十一的爱的熊抱，嗨嗨，看起来有睡吧，还行。谢谢华为的带你去流浪，但有干到我的眼皮，我今天双眼皮很重。但蛋糕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巧克力。谢谢华为的带你去流浪。嗯，那我回个讯息，我今天起床我还没有回我的讯息。请尽量回，回晚了。谢谢手工饼干。过敏应该不是过敏，应该是没睡饱。讯息很少很少，大概只有两个需要回，其他都不用回啊。其他有一堆那个官方账号的那种讯息。我们那时候在公司，然后姐姐就说他们的 LINE 的那个红点点的数字超高的这样子。我说怎么可能超高的，然后我那时候给他们看，我就说我的 LINE 只有三呢，他们就说怎么可能这么少这样子。我说怎么可能这么多这样，怎么会，他说没有几个人的 LINE 是红点点是很少的。我说真的假的？红点点少的是少数吗？真的是少数吗？我一直觉得说这才是正常的。你看我现在是在清空，现在是零。不是啊，讯息，你不觉得那个很多官方讯息都会点掉吗？我都会把它点掉。不是，因为一多了我就会。还是大家已经那个习惯了，就是已经习惯了那个不回也没关系这样。不能让他超过两位数，我也不可能让他超过两位数，他绝对不可能超过两位数。你这样滑赖的时候，他不是每个讯息都会有那个红点点吗？点进去很痛苦哎、欸，不点进去很不点掉很痛苦。其实那种就没啥，不会好奇人家在聊什么，会好奇。而且因为有时候他不是可以这样点开，就是
他可以这样点开看，但他只能看到一集啊，你看不到他下面在讲什么，所以我那个讯息都不会留到这么多，都直接 end。 对啊，那种就算，那种没有及时跟到就算。哎呦，红点消除，对啊，我以为可能大家都是会清掉的，殊不知连这个也是 TP 最少的嘛，不可能吧？我相信应该还是有这样子的人在的，会回讯息。谢谢中和喵喵带你去流浪。熊抱，有人的点开不会回，我就不知道哎、欸。有时候我也会点开，然后就会忘记回，但很少，真的很少。可能就是先读了，但那个没办法马上处理，就会先缓缓的。谢谢吉米做的啾啾你哦，基本上。都会有那种个人的、单人的不会忘记。清除未读标记，但直接清除就是就会没看到啊。关题型还好吧，很正常。关题型很正常，因为很吵。加日旅群组，我不加那种群组，因为很吵。通常那种什么购物群都会很吵，所以我都不会有那种群组。不然我会觉得很烦躁，还是因为那些有红点点的人，他们都有这些群组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一直去看那个讯息，就很容易会满。因为那种东西，他们讯息都发得很夸张啊，所以我在想，应该是那些讯息很多的人都是有加一些奇怪的东西的。团购群组，但我没有团购群组。怎么了吗？喝麦仔茶怎么了吗？决定要放一点不是的 free BGM 的歌。
机播放。想睡了吗？你那个表演很多什么？不知道哎，就是平常那样吧。根本是大饭团，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然后饭团就是过期的，饭团就是过期啦。四十分钟的表演又没有说都是表演，我们说不定一直在讲话，十二个人自我介绍就十二分钟就过去了，哼。讲话讲三十分钟，友善时光，我那不是友善时光，那个，我就说我那个不是友善时光。今天是孙雪珍最后一天。对耶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还有东西没有发耶，然后他就要进垃圾桶了。每次 IG 更新我就会找不到那个倒数在哪里，我在这里。今天的晚上六点，把你们设5:59。青色色粉桶前发都粉，放什么歌啊？放就是好喜欢，有适合吗？Akane no Nadeshiko。 我没有不想被那首歌洗脑，所以我没有在听这首歌。还有什么可以发？我是那个发完就会马上删掉图的人，因为避免我发到重复的照片，只好这样子做。
没特意听也被洗脑，太多人拍了。很好看，你会存起来？会啊，我都发了，我就不会存起来。真的是看直播的音量，你要聋了。没开先关喇叭。其实我也是看到人家发文有音乐会马上点掉的人。我其实也很好奇，真的会有人去听你贴文放的音乐吗？我会直接点掉，我是会点掉的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点掉。全程宽音乐，因为有时候在那边歌选很久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我自己都会把它点掉，所以其实根本没有人在听。有时候滑天不小心点到才会听到，结果还是放了音乐。我放了，我觉得哦很搭，但是我会点掉，会点掉。想听的时候再听，但没有想听的时候直接去听音乐就好了。这是一个算是推荐给你们，但是你们想听再自己去查来听，就不需要在那个贴文上听。特效，进场特效。正常贴文的音乐不是预设关，看你如果不小心点到，它就会放出来啊。放了跟听会听，就是放了，但你会不会听完？通常是不会。不想修图，没有要发的就不会修图。那就没有图可以发。黑板，对的。所以很多时候，有时候限动。大家不会去听声音，随便修。随修随发，随便磨。
买完了不怕，很棒。这边不知道有几个人还没有买，为什么这边凹进去？角度问题。这样吧，储存。看得多，最后一天清库存，二三四，刚刚是什么？不是，刚刚是什么？还有就是好喜欢的要买，就是好喜欢，至少它不是随机的、啊，买生写真是随机的、啊，不一定有 BC 啊，但你就是好喜欢可以凑一套哎、欸，难得哎、欸，难得不用换就有 BC。拍的是随机的，一人限动一包，我直接全部都丢上去，为了赚那个一包，我看看，的是指定抽，还要全部拆开发，执着仔还要抽东西，那就是执着仔自己的锅。真难，嗯，这个，现在吉米叫的啾啾你哦，快速修图，我们一键套全部照片，走懒。这个蓝色，把蓝色拉掉。蓝色，差不多，这个绿绿了，不喜欢。储存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五六九十，九张。啊，这个没有修，很烦你。
看看。我上次发贴文没有啊，我贴文已经发了，我就不会再发贴文了。可能发限动或是直接发都很。九尾的限动轰炸。真的十篇限动啊？没有，我在思考，我还在思考，我还没有决定，之前都不好说。少一张，这张。储存好了，我想想哦，怎么发个几张就好，不全发。其他就豆粉见。还有一个 Reels 七十，发完都会让他从我手机消失，对，马上整批消失。还有一个这个。相簿，相簿，全部都会消失。但还好，那个的这个相簿只有现在剩37了，这37已经很少。说的绿色是哪个？刚刚说的绿色是这个。这张刚刚绿绿的，我把它再调粉一点，让它不要看起来绿绿的。原图比较偏黄，黄黄，然后就绿绿的。还不能发的像，发啦。是时候升级成一 T 容量了，我不需要到这么大容量，反正那么大我也是会删掉，我就是受不了我相簿太多照片，我现在有600张哎，这个放在相簿里的相片有600张，我已经很想要迫不及待的把它删掉了，先清空多粉。
后，六百是不发的吗？六百里面其实有很多垃圾。六百张里面其实有很多张是垃圾，完全不能用，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那种。想看是哪种垃圾吗？我可以找给你看这种。饮料的照片，饮料的照片跟这种食物的截图，跟那种练习时间的截图，跟定位的截图。还有这种菜单，规矩的菜单。歌店的菜单，跟这种歌店的周边截图，食物想买的食物截图的，还有这种莫名其妙不知道要干嘛，不知道要干嘛的图，还有衣服的照片。照片，而且，我还有其他店的哦。找不到，找到了，这是慈禧的菜单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其他的菜单，还有Subway的菜单，还有什么？有很多饮料店的，Subway的酱料也有一种。他为了酱料也有一张照片，还有这个台北市资源回收分类，到现场还是要选，所以看菜单选啊，就可以先选好了。到现场就不需要选，到现场就是一些那个，到现场都是可以马上决定的事情。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歌词啊的截图这样，然后有一些是偶像的图，但偶像的图也很少，大概100就可以解决。现场不会看很久，对啊，他在更新，我会更新吗？可能我下一次去，我会再拍一次新的这个。其他就真的是那种购物清单，这种购物清单。要存一些那种饭会，但是真的很少。像这种指甲图。我还有这种各店的鞋子可以绑星星的教学，然后我根本没有做，太麻烦了，看我这截图。还有那个 MBTI 的测验，跟那种全脸的 Yukimi 大福的。
的价钱这样子。他好像说那个价钱不能拍，但我就拍记录一下。有机会试一次星星鞋。600张都没有留自己的，有啊，有这个247的，好像长得都一样的照片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清掉的。其他就是一些那个参考东西，就是比如说周边可以参考这些东西，参考照。然后就是一些日本的照片，这个就是我一直想说要发 IG， 但我一直懒得修，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过去的这些照片。日本的照片有些还留着，因为还没发。其他都是这种周边照。二十七块要全部消失了，找不到时机发。对，商品图真的占很多，商品图太多，还是我选看看，我把它选取起来，看没有我的照片怎么样？没有人像的照片有几张？反正600张应该选起来很快。没有人像的照片，大家预测这个600张里面没有人像的照片。300，没有我的吗？400，谢谢小林的带你去流浪。Zuki 的算在里面吗？偶像照算在里面吗？我刚刚有画吗？偶像照也算在里面。268张以外是有我的相片。意外的多，有我的部分有啊，还是算多的吧，就是说那个生写真，我留过半，这
可是这些还没有删的这种公演照啊，还在里面。我就说现在600张是算多的，就是其实是有300张是固定一直存活在我的手机，然后我的照片就是那个会变动的额外的300张，就是300张是固定那些垃圾，然后后面的那些会变动的就是我这个人，我自己的照片，它会增有增有减。自己的照片，对，垃圾反而不会删，真的。会变动的是我的照片，我的照片是会清空的。然后想说这个用不到啊，我就先删掉啦，这样子的心情。能发我就会发，其实。我来看那个 reels， 今天不发就不会发。开始实施这个清空11月生血的行为。今天头发很燥，其实我已经有喷，它怎么很燥？它很燥，毛燥，干燥。有发出来的照片都是好照片。空气比较高，比较干，空气比较高。嗯，天气转冷，干冷的气象。可能要再涂那个重一点的发油，但是我其实没有很，我的头发好像没有很适合重一点的发油。刚刚是只有喷那个啦，喷那种让头发比较不会那种类似。让它压自己。他就会这样，就是很不喜欢这个。还是刚刚喷的不够多啊。哇，我的 IG 又奇怪的更新了，它怎么长这样，那个 Reels 怎么长这样，它是下面 Reels 怎么变成这样子，越来越看不懂。昨天有剪头发吗？昨天没有。
对象是该满。他讲的很奇怪。看不懂会显得比较厉害，确实就是他就是想，他就一直让你要去摸索，摸索他的心功能。差不多一个可以暂停的，对，奇怪的动作。正常点，选封面呢？随意啦，算了啦。超级的，好了，不管，大家可以去看 Reels， 它上传了吗？还没上传，上传了，完美主义。是，这个还是用抹的，用抹的好，重一点，因为它现在太轻了。好想开声音。生命啊，各位！通常讲说，对啊，你有发现？我会痛的。会痛的痘痘，打开这边会短掉。好像有乖一点吗？耳机好大声，又聋了。有这么，我直播真的有要开这么大声？是收音不好，平板收音不好。其他，但它真的浓在里面，真的把挤不到，挤不出东西的那种。其实是变短了，我剪短了，昨天剪的，
这么厉害，连须须变短都可以发现。是我小声是吗？是我小声吗？我直播真的有很小声吗？真的有吗？从五年前就需要开到最大，应该不是手机的问题。我以为我讲话可能有比较大声，应该有吧？大家说有啊。剪短很多没有？这次修了一下，有剪短很多吗？还是因为卷起来？还是剪一些亮？看让那两边看有没有办法对称，那个亮。外翘这边，确实，其实量有修剪，比较顺一点吗？其实也不知道，我也就是乱剪哎，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剪的到底对不对，但就是就剪这样，就剪乱剪啊。没问题的。这代表我可以删掉这个影片的，对吧？这么快吗？因为我也不会自己回去看的，我要看我就去 IG 看就好，我何必留钱。确实，我现在切了，现在是599。现在是599了，各位。一大步，小心山回不去。仙姐的已经被消失了，仙姐现在剩15的。三姐现在剩15，前进。其实公演也还有一些。公演对呀、啊，公演照，公演的还有在手机里。小林的带你去流浪，这是什么公演的？姐姐应该都还没给你们吧？嗯，上次的也没有啊，什么公演的照片？我说自己拍的那种。
第二天的，礼拜日的，礼拜六的我有发，所以礼拜六没关系。哪天没库存就会用上。他也拍立得是知道还是其他？都拍啦，都拍啦。其他的拍的都拍啦。礼拜日拍了一张，礼拜六拍了一张。应该吧，对吧？好像是。几张拍的有拍鱼缸吗？有啊，合照跟个人的，好像都有拍。我上次上个月有拍啊，上个月十月的时候也有拍。我已经有看到那个日本有人在开箱那个歌店的卡了，昨天发售，21号，日舞没有合作。没抽到，还有机会啊！大家抽10张这么快，还是要20张，10张。大全岛不是大全岛，就是有那种有纸笔的卡这样。我现在不知道滑不滑得到，毕竟我没有按赞。有哎，这是什么很好的卡吧？我也其实也不太知道，毕竟我根本没看到实体，我根本不知道这些卡到底差异在哪里。这是很厉害的卡吗？我真的是看不出来。我只知道卡面很好看，我根本不知道卡到底强不强。这能抽纸笔？可以耶！如果看到有那种纸笔在上面，我找不到。但是这个有星星的，看起来很厉害。谢谢 David 可以带你去那样。这个有星星的，看起来很厉害。你看它后面还会这样，这会有这个亮亮的，这叫什么？上金边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戴帽子好像是 S， 我有看到纸笔，只是我现在滑得到吗？亮晶晶的东西，亮晶晶的东西，你看就是有这种亮晶晶的，很可爱。有亮晶晶看起来好像就很厉害，但我觉得是这种角色卡亮晶晶很合理，就是它有这个星星，后面这个星星很可爱，菱形的前辈子，这样摆在一起看起来好像很炫，哇哦，这样子，我找不到纸笔，哎呦，我看到纸笔这种。
会这样签名在上面。但他没有那个刚刚那个星星的闪亮，星星的很闪亮。就是素面卡跟有这种押金的，果然还是有差。有押金的就是多一道工程。谢谢，不止一咪咪的爱。那签名的肯定是比较稀有吧，只是我觉得闪亮亮的比较可爱。可能压的不好签，我其实很好奇，这种签名到底是就是工作人员签，还是是感觉是工作人员签，感觉应该不是声优本人签，感觉是工作人员签。声优签吗？我觉得感觉不是声优签诶，好好奇是谁签的。他们那么忙还要签这个签名啊。不会这么黑吧？是吗？他们还要练角色的签名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签角色的签名感觉会不会有个会签那个角色的签名的人？所以是本人签的吗？真的吗？SEC 有签名是吗？那看起来是真的是签上去的，看起来不像是印上去的，看起来是签上去的，看起来是签上去的、啊，不像吗？是有种那种斑驳的这个笔痕，不觉得很像签上去的吗？还是这是可以做到很真实？这种才是印签嘛，这个一看就是印签啊，这看起来就是印签，这个就是印签，刚刚那个看起来很像纸笔自己签。可能科技真的已经刚刚那有笔痕，对啊，刚刚那有笔痕，那个有一种这种笔的那个压力的那种感觉，这种就是印签啊，对吧？这怎么看就是印签，而且印签是这种亮亮的，亮晶晶，看起来真的是真的，那究竟那个真的是谁签的呢？究竟是声优本人签的，还是谁签的？那其实阿卡看起来也蛮可爱的。是啦，是看起来，可是我真的不觉得，感觉很像。人家工作人员签名，这看起来很像有练过的签名，真的，真的有练过这个设计这个签名的人签的。谁会签名签这么好啊？这个线也太直了吧？这很可以，怎么签可以签这么好？亲笔啊，就是人签的，但是谁签的不知道啊。我比较相信是工作人员签，我实在不觉得他们本人会来签这个卡牌，真的假的？会签吗？
相信是本人就好。我不相信啊，所以如果是本人的话，我就会很惊喜。哇，真的假的是本人这样子？但我现在完全就是觉得应该不是本人签的吧。如果他验证了真的是本人签的，我就会很开心。但不是也没差，我就没有差。我说哇，这个很稀有啊，这样子是谁签的、啊？啊，他这么严重哦，他这么严重。反正声优还是会，就是因为这种角色嘛，他就不是真正的一个人制作出来的，他可以是很多人制作出来的，就不像是我们，反正我们是偶像，我们就是不会有这个额外的这个人，我们的签名就是我们自己设计，不是什么公司帮你设计这样，中之人化。中之人还是得自己亲签吧。你不觉得这样放在一起，就是这边看起来就比较普通，然后这样过去，然后就会开始闪，然后就会开始闪，然后就开始有金边。至少可以确定明天的海报是我签的，对，是我签的，是不是我签的呢？大家，明天的海报到底是不是我签的？比起签名更喜欢闪亮，真的。对啊，明天要下高雄，好没有实感了。你知道我到今天都一直有种，我今天放假吗？哦，不对，要直播。明天礼拜六，明天是不是好像要去高雄来着？明天就要去高雄了的这种心情，真的假的？明天礼拜六的那种感觉。你要怀疑你的圣诞听明信片不是亲签的。刚到高雄啊，你已经去高雄了吗？提前下去吗？今天想好要吃什么？林允说他要叫什么饮料，什么茶的魔手是吗？刚刚开始排队。不会被赶走。他们真的没必要下去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对手摇饮店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，但我真的还是有一些我真的很还好的饮料店。他们建议无糖，真的假的？就是不会点啊，有时候就会点到一些不是自己喜欢的。他们无糖也会甜啊？是你们是会喝甜的人还是不喝甜的？他们请喝维，可我平常都喝维糖。他们超甜，真的假的？到底是多甜？跟太奶一样甜。我现在喝过最甜的就是太奶。那你可能会觉得茶魔的微糖是半糖哦。台北也有茶魔，真的。
喝一次从此此生不买。你都喝五十兰，我也喜欢五十兰。五十兰好喝啊，好喝又便宜。南部五十兰有些还便宜五块，去劝人家买其他的吧。他就说他想喝啊，你没有人阻止得了他。我跟你讲，林允想吃想喝的东西，真的没有人阻止得了他。他没有吃到，他就会哭。我跟你讲，所以你就让他吃吧，你就不要管他了，就不要管他了，就让他喝，他想喝就让他喝。会哭。那个人对这个食物很纠结，很执着。嗯，没有喝到的之类的，为什么不让我喝这样之类的？这个人会对食物生气。很好笑哎！那时候，那个公司我们在聊天，然后就有人说蒸什么点了外送，然后蒸奶里面没有珍珠，然后就哭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只是说什么冰淇淋红茶，冰淇淋融化了，或是没有冰淇淋，然后就会哭的这种，我没有办法理解。我没有办法理解，就是比较衰一点不是吗？就是比较衰一点，人家忘记加了不是吗？三家乌龙，三家乌龙好酷，他被坑五块，没珍珠真不行，大家会哭啊，大家会因为食物里面没有加什么然后哭吗？我会是蛮难过，就是说啊亏，有种被亏到的心情，但不会到。很难过哎，冰淇淋红茶有啊，五十兰的冰淇淋红茶有冰淇淋啊，就是一颗。看起来喝珍珠好吃。我也不追究嘛，我会很懒得追究啊，就是算了这样子。毕竟我的人很懒，我很容易妥协，我是个很容易妥协，就是很随便。其实有的人可能是会生气啊，就是怎么可能没有饭，很生气。也有那种就是很难过。生气到难过，觉得冰淇淋都融好快，最后跟奶茶差不多。对，就是他喝到后面会变奶茶，但是你又想喝红茶，又想吃冰淇淋的时候，他可以体验很多种层次。一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喝到红茶跟冰淇淋，然后又可以吃到冰淇淋，然后后面他就会变奶茶，所以一杯就是很棒。到最后是哪个？搅一搅它就会变奶茶了，它就会混在一起，它不会浮在上面吧？追究一下，有时候会退钱，那样就很懒呐、啊。就因为我很常就是我买了饮料，但我不会现场喝，就是我会带走，然后过了一段路程之后，可能到了哪里才把它插开来喝。然后才发现的时候，你叫我回去那间店，我是真的很懒，我是真的很懒。再加上如果你是叫外送，我也会很懒，去什么申诉还是什么，就很麻烦。这就是对吃完全没有任何的，对食物完全没有任何执着的一个人。
我所有东西都不会马上吃吗？不是，因为有时候买了完饮料我就要上捷运了，然后上捷运又不能喝，我干嘛要这么早就插开那个饮料？所以我很常就是先买，然后就是我在路上，除非我是已经在室内，我已经插开喝，不然的话我在路上基本上，他如果我刚买，我就会这样一直放着，就是我不会因为这样满满的，然后插吸管这样晃一晃就会漏出来啊，所以我不喜欢在刚买的时候走在路上就把它插开，我通常都会到了一个地方才会把它插开来喝。买有时候就会有那种我点了微糖，但是喝起来跟无糖一样的奶茶，我就会这样很难喝，但就是会有这个好难喝的这个印象，这样子，怎么那么难喝啊？怎么没有糖啊？这样怎么喝起来跟水一样？这样就这个会微抱怨，但是抱怨完就抱怨完了这样子。嗯，尤其是鲜奶茶，因为奶精肯定是还会有一种好像很浓厚的那种感觉，但是鲜奶茶就很容易跟水一样，就你没有办法确定它鲜奶茶加多少，然后它糖又很少的话，就喝起来跟水一样。嗯，已经太晚了，对。纯奶茶，我记得之前就是有买过那个鲜奶茶，然后发现微糖喝起来跟无糖一样，然后喝起来就是水加茶的这种感觉，然后想说这怎么这么难喝，然后就去公司 A 了那个泡咖啡的那个砂糖，但是因为砂糖因为是冰的，所以根本融化不掉，那就是乱加然后乱喝，就是超随便，我对这个食物非常的随便，会咬到砂糖就算了。这要用很多砂糖会怕。我记得之前就是那种咖啡也是，有的拿铁喝起来很不甜嘛，就也是水水的这样，有时候就会加糖。谢谢小伟的爱的熊抱，平常会甜的饮料有这么多砂糖，对，超多砂糖。其实便利商店的奶茶都超甜的，因为现在喝有点喝习惯手摇的微糖，都是觉得哇还行，因为就是可能加微糖微冰，就是微糖然后又加了冰块，就喝起来不会这么甜。但是因为超商就是去冰然后全糖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里面不会有冰块啊，所以喝起来就很像全糖然后去冰，然后又没有很冰，所以喝起来就是超甜的这样。半装瓶装的那跟茶魔比起来怎么样？我是觉得那种纸喝的很甜，然后瓶装的也很甜，那种什么麦香奶茶超甜的，麦香奶茶真的是很甜。正常甜都会赢麦香，相信麦香很甜欸。麦香奶茶那个蓝色的，我是觉得蓝色的很甜，瓶装的。你如果说这个铝箔包的话，我就不知道，我没有很常喝铝箔包。可是这个宝特瓶的，黄色五克，我觉得黄色跟蓝色都很甜啊。黄色跟蓝色都很甜啊，
我是喝麦香绿茶的人 ，Yes。我是喝绿茶派的，比起红茶，我会选绿茶的人。你不觉得红茶喝到涩的几率比较高吗？茶就比较不太会喝到涩，我是这么觉得。我觉得红色茶、红茶太容易踩雷，在外面的时候，所以不太敢点红茶。饮料店也是不太敢点纯茶的红茶，就是绿茶。是都加这么糖没什么好吧，就是绿茶喝起来比较清爽的感觉。绿茶比较不适合空腹，我就是我没有在管空腹不适合喝什么。麦茶不会被洗，麦茶我觉得接受度很高，清新的绿茶。其实清新，我其实去手摇饮不太会点纯茶。那你会选乌龙或四季春？乌龙或四季春？我会选乌龙茶，四季春也不太敢，不太敢。自己泡，真是泡的是热的。没咬东西就不是手摇的，可是有时候就会有这个不想吃料的心情。普洱不喜欢，其实我不知道普洱到底什么味道，但我很喜欢那个。UG 有一个普洱的那个什么奶茶，普洱红什么的，那个奶茶，我喜欢那个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实际普洱喝起来什么味道。肉干吗？不是肉干。就三分之一就好，你就这样。那你觉得跟蜂蜜比较好，就是喝起来香香的，不是吗？但我真的不知道普洱的纯茶喝起来什么味道，我只知道那个奶茶很好喝，但我不知道那个茶本身到底是什么味道。会有点霉味，霉味。这首歌刚刚好像放过。有些人觉得臭，真的，觉得臭的菜。茶不都会有个味道？这么酷，他没有机会去喝那种茶，就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什么茶，自己喜欢什么茶，不是有什么东方美人茶，
乌龙茶的，阿里山的那种什么茶，没办法分辨那些茶叶的差别。花茶，玫瑰花茶，也是喝起来香香的。白毫乌龙，我记得以前有啊，我以前有买过那个茶叶，有时候我有喝过，但就是喝过那几个啊，就是那种东方美人茶这种。玫瑰花茶的，冷泡茶的，什么阿里山茶的，现在会买茶，因为那个包装看起来很漂亮。好喝就好。伴手礼，因为一直有一个印象说日本人会买茶叶，不知道，一直有个印象说日本人觉得台湾的茶很好喝的这个印象。就好像台湾的茶叶很有名的样子，所以就好像没有送过，所以就送茶叶。但我觉得茶包都还算方便吧，我觉得那种买茶叶的话确实是比较困扰。那时候他就说有些可以就是直接用，不用用泡热开水，就不用用热水就可以泡，就是好像蛮方便。淡顶乌龙，乌龙就很好喝啊，乌龙茶很好喝。放久一点。谢谢 David 可以带你去流浪，不然马上喝要几个小时，就在冰箱半天一天就能喝，那很棒啊！因为我就是会那种泡热水，然后泡了，然后他不是都说两三分钟就可以把茶包拿起来。我就忘记了，他就泡超久，然后他就泡超久，然后那个茶的颜色就看着超浓，这样，然后我就这样看着那个茶包，然后加开水这样，再加水这样，然后会忘记我泡了，因为泡热的就很烫啊，所以我不会马上喝，所以他就一直放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忘记把茶包拿起来，然后他就会很浓这样。就是会忘记拿钱，但是不是最好喝的状态。谢海陆大恒的香槟，会苦，可能有苦，可能没有到最好喝的状态，但是没有到很苦，所以还是可以喝。就感觉，的那种，
泡了有点久的那种感觉。反正就再水再加一下就会稀释一点。太浓的茶都加鲜奶，放越久会越苦，所以就是很难耶。泡茶我很不擅长这种要马上就是做，我就是 会东摸西摸，然后就放着，然后就过了。拖延症很严重，很多事情可以拖延，我就会拖延。这又不是不能拖延的事，就只是茶苦了点，茶苦了点而已啊，没有问题。就它还是可以喝。你们压线不合理啊，你们如果压过头了就是没有了。那我的话茶不会有这个没有的问题、啊、这只是难喝了点。你们拖延下单没下到过头了就是没救了这样子。这个过头了还有救啊，就只是难喝一点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我还说过头了这个茶就不能喝了的话就很严重，你就要准时。但是他不用啊，他不用准时啊，他过头了还是可以喝。早晚买晚买，对啊，早晚晚买都一样香。你们能拖当然能拖啊，你们自己拖过头就是你们的问题。压过头的人总是有。就是说何必要压过头呢？谁给我死？谁还敢超时再买？压过头怎么觉得有办法可以套牌啊？谢谢荣哥的啾啾你哦。明天会来高雄的人，谁明天会来找我啊？有几张啊？有几张啊？到了，又买到一张。好，这个看不到数量。你可能赶不到，你赶不到，到了。高雄天气不错，真的假的？
所以很热吗？高雄很热吗？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下高雄的天气吗？我不知道我明天要穿什么。高雄有点热，这几天都很热，气象是21到27，在台北不也是？台北不是21，也是21到多少？没有欸，18到21。台北最高温是20，明天都在室内应该还好。有人去了那个场地了吗？有人知道场地是什么？是在室内哦，我以为可能会像上次那个，前场会是在室外，在室内哦。那就是室内，就是百货公司的温度是吗？那就还是会冷啊。百货公司很冷欸，会冷。还没有鸡卡哇仔，百货公司很冷。嗯，书展或是其他展览，哦。一群挤在一起，所以我是特卖会场地。还有汤姆熊，22到26度，感觉很热是吗？我不知道欸，期待吗？感觉很好玩啊！签名会，签名会就很棒，签名会很棒，签名。嗯，舞台其实没有很大，跟握手会差不多。比握手会小的感觉，那有比那个夕阳的那个大吗？嗯，我们夕阳那个是什么？16个人塞在那里跳夕阳，非常的困难。比那个大，然后我们12个人的话，应该就很正常。板桥场那个一定有，有就好啦，我们连那个都可以跳了，应该这个不会不能跳。嗯，那种舞台都可以跳。舞台很矮，这点比较悬。漫长那个史上最少的舞台都能跳，就是会变小而已啊，大家跳的幅度会变小而已啊，就可能会变成这样，什么会长的啊啊，这样子跳，这样子跳，都可以跳啊，都可以跳，很小也可以跳，真的，就只是大家的这个动作会变得很奇怪而已。
反正因为我们舞蹈教室练习16个人也是蛮小的，所以就是说应该再怎么样都有办法克服。镜头都该冲到这里，大家的那个这样子，这样大家都不需要拉远，就直接点。大家明天可以想要签什么，比如说要签什么这样。你们上来我就会问你说要签什么。没有想的话，它的上面大几率会出现的就只有这种爱心啊、笑脸这种。黑子弟们，我有办法画得出来就可以啊，我有办法签得出来就可以啊。但是是写本名这样子，我可以帮你写本名，然后再帮你旁边写你的绰号。to 谁谁谁啊，什么绰号这样。画一把伞可以吗？为什么要画伞？画苏子君，苏子君很简单啊。是叶生写的道具。但其实那个海报，我看了那个海报，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，其实没有什么，其实满的，其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画，其实没有，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这样，那你的凸签上去应该是差不多这样。我问心酸啊，就是那种小东西的话可以画。小东西的话肯定是可以画，只能画到我的脸，画到我的脸。就看大家要那个海报上面很杂乱，还是那个海报上面就是签名这样子的感觉，这都可以啊。嗯，海报大小好像是什么 A4 嘛，反正不是这种，不是这个这么大，应该就跟之前那个签名会一样，之前那个漫展那种。应该是那种大小，S 你们比较好带啊，不然你如果签很多人的话，你就会有好多个那个海报 S 还可以叠一起。在资料夹可以买那个啊，它不是有那种 A4 的这种硬壳，就不会折到，资料夹还会有折到的风险。他刚刚放过这个，他为什么随机播放要一直放同一首歌？这样还有随机播放的意义吗？明明有那么多歌，怎么可能放完？还是真的放完？只签一张。
反正你会算不同，不同版本，什么不同版本？大户才需要。他的指甲剪还是折了一张。太盒子安全的。こんにちは，我是随机播放。硬壳的不是有那种可以提手的，你这样可以拿着。你都用文件夹内页。软电型资料夹，看大家明天见，大家几点出门？大家几点出发？今晚出发。早上五点。凌晨四点，一般乘八点高铁，凌晨四点，早上五点，走过去。那我找到一个，他们就可能要什么有位置，是不是？喝都还有嘉义，南部朋友是吃完早餐再出发，对，北部下去的都那个一样，大家减少这个当天北部下的竞争者，跳绳很远。南部终于可以慢慢来。先卡位也要重来，但今天下去的可以先去新港三线走一趟这样子。预演。是，对，是，还有一阵子，先敞开路线，对啊，啊，都下去了，不错，现在今天都下去了，可以先偷偷躲在厕所，最好是躲得到，本来有查有没有电影院可以偷吃布先上的，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
前面的人比你高死定。坐着看，那也要你前面的人坐着。还有很多这个方法。不太可能不跑，就跟那个什么那种漫展一样，漫博这种不要奔跑，但是绝对会奔跑的这种概念。短袖带外套出门，短袖回台北会不会冷啊？外套要厚一点。说好不跑，对啊。各种抓人，还是我只是快走，我只是有点加速走而已，加速跑。我不是那种最快的那种跑，我只是稍微跑一下，那种。大家说我没有跑，我没有跑，绝对有跑。小跳舞，我只是开心的点的，开心的点。我有看到那个开门的那个，他很厉害，大家都有那个脑袋都有那个地图，这样子看到什么第一个弯要左转右转。我觉得大家很厉害，大家那个路线规划这样子，然后冲进去就要左转什么的，然后就对路痴不友善。走进去然后，这里是哪里？这样他也没办法跑，他就瞎跑一圈那样子，瞎跑一圈看可不可以跑到他想要去的摊位。先往前冲，结果发现冲过头，然后找不到。跟前面的，前面去哪就去哪，感觉就很容易会那个找不到地方，跑再快但找不到，就是找不到。跑错了就买其他周边。跑是跑了，但是没有找到这样子。跑是跑了，但跑到其他地方不好说。就是你前面的也是如此。你说，你也是要去吗？怎么办？现在在哪里？你看要跟着谁走？前面那个只是要去厕所。直接从入口跑到出口，圣诞提被，配备，就跟错人，就是有那种他做功课他都做好了，但是他实际要上场的时候，发现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子的人也是有。他都准备了，但是他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会失败的人。就他都演练过了，他就觉得这很完美，结果不知道，
怎么会这样呢？看得这么像，哎，有些人就是就不需要啊，有些人就可能很正常，就平常心的，纸上谈兵。我觉得这样一定没有问题啦，就去了，然后就是，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？完全忘记怎么走。最早玩一家买小黄瓜的地方。一边喊这边比较快。人间险恶的地方。真是战争，大家自己找自己相信的人啊。那先问姐，午餐要吃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便当吧，感觉就是便当，就是现在要去上班，上班加油，我也要结束，要外送单单海报吧，我不知道欸，我其实有没有吃过，我好像不记得，好像没有。我是下班，对，我是下班。我好像只吃过单单的其他东西，我好像没有吃汉堡。环归甜甜圈，我们公司楼下就可以吃到。旁边路口就有一间汉堡在面前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有买回车上吃，但我不记得我吃了什么。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那个限定吗？我甚至不知道是几月几号。我吃的是汉堡吗？我感觉我不是吃汉堡，感觉是那种什么热狗还是什么，忘记了，我忘记我吃什么。我有发现，我没有发现到出来吗？还是大家其他有发之类的？你只记得我们什么？我没有买回车上吃，但吃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。所以大家可能要找其他人吃什么，我是应该是找不到。不然有人知道那是哪一天吗？有人知道那是哪一天吗？来看今天的排名。今天的第十名是华为，谢谢华为。第九名是荣哥，谢谢荣哥。第八名是文森，谢谢文森。第七名是中和喵喵，谢谢中和喵喵。第六名是 David K， 谢谢 David K。第五名是小林，谢谢小林。第五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不对，第四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三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。
二名是小伟，谢谢小伟。第一名是 Rebel， 谢谢 Rebel， 谢谢。中华医事科，我不知道啊。我根本不知道啊，我甚至不知道丹丹到底是什么，丹丹是什么？高雄的、啊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在这个地理完全没有这个任何概念，去哪里要吃什么完全没有概念。明天想要名牌吗？你想带也可以带着啊。南部的素食店。素食店，但是感觉就，可是素食店为什么会卖面线？应该是台湾。记什么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记不住。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候。早上会吃饭面类的吗？饭团会吃、啊，面好像是不会。但我早上，如果说第一餐就叫早餐的话，就面也是有可能。但真的是早上的早餐的话，就不会吃面，也不太会吃饭。当然不，反正我很少吃到早餐啊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很少吃到早餐。2020哦，这么久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2020十月。现在在找我有没有在我吃丹丹的那一天发过文。我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发、欸，是吗？没有发哎、欸。我只拍了薯条，我只拍了薯条，还是我只吃了薯条，会吗？好嘞，现在我只拍了薯条。嗯，真的不是很，我就没有印象我有吃汉堡啊。我记得好像有吃热狗，类似热狗堡之类的东西，有吗？有这种东西吗？热狗之类的，就是一个薯条，然后有什么东西，然后忘记了。还是再吃一次。那推荐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要吃什么、啊。超长的那种，应该是哦。可能不饿就只吃一点，有可能酱烧鸡腿堡，20年来都吃这个，
酱少，可是我没有很喜欢你的酱。你觉得热狗好吃？那我是不是吃真的是吃热狗？因为我不记得，我真的不记得我有吃汉堡，我绝对没有吃汉堡。你都吃淡淡薯条，薯条好像就是薯条，好像也没有那种哇超好吃薯条的那种感觉，好像就是薯条，我就是对它印象就是薯条这样子。我记得是没有什么任何的什么说哇这个薯条真的超好吃，我觉得后台的薯条比较好吃。在礼拜日的时候，礼拜日的时候希望可以吃，我希望可以吃到薯条。后来的薯条很好吃。改菜单前的羹很好吃。你们可以点餐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，你们应该没办法点餐。但是你也推荐酱烧超好吃，真的假的？好吧，那我先记得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想吃意大利面，就这样子了，各位。那我们明天见啦，大家。点给你们吃，不可能。拜拜，自己吃都不够了，不可能。拜拜，明天见啦，拜拜，期待明天会有好看的照片。拜拜。